今年嘅国际客家屯东洋文化节时间，今下就系喺台台艺术展来举行，并以当中系适合嘅海内外知青欣赏嘅客家推广代表，分别针对客家语言保存、文化创作、人权、政治创造等多样嘅议题来做深入的讨论。我都在做文史研究嘅人啊，就嘅人可能会对客家有兴趣，啊，从台台客家沙都做得来提供佢哋一张开始出发嘅起点。啊，咧客家嘅身份都喺个时代内多大就物嘅意义，咧咩千多后生客家年轻关心嘅问题。诶，全部吼，啊，有限啲海外、美国、吼啊加拿大去推广诶嘅母语教师、母语嘅组织形成嘅事。即猜错了对吼，唔对吼，大家都非常的善良，人系天数上下。无论是后生的学生嘅，提大学的学教来进行学界研究，韩国回顾监视海内外推广汉语教学的前景，求职职工的服务也到，甚至是针对一零二三世界客家博览会提出创意也到，如系天一届国际客家屯东洋文化研究人嘅一个讨论方式。民间团体同时咪宣布，为今年2028全国客家日，也就是万我母语圆通日，内地发通揭开序幕。